只能这个不代表是错了，但是它只能检验你是不行，你的修正还是很着相的，它只能检验你的修正到达没有。所以你在这个世界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些，并不是说你就错了，没有什么，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喜欢的扔到窗外边，真的不是。不要说业力，这是你大彻大悟，它就是不断的在检验你自己是否着相，是否执着。反正随着你成长，因为其实修行就是个，我一直修行是个心理成长的过程，它会不断的去闻思修、思考啊、思修啊。它就算是你没有定力，到最后你在人道也会死，也会死，心灵成长。心灵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它会就会出现不着相的过程。就像我举例说，你18岁的时候你喜欢一个玩具车，到你30岁的时候，你不会因为丢了那个玩具车哭鼻子的，是吧？但是8岁的时候你丢了那个玩具车，你能哭死3天不吃饭，因为那是你最爱的东西。但为什么30岁的时候你就不爱那个玩具车了呢？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这个？因为你长大了，知道吧？长大代表什么？你觉得那个玩具车，你不在乎那个玩具车，它得得失失你不在乎，你马上就把它看空了。那个玩具车为什么你会30岁你就能看空，8岁你就看不空呢？是不是？它就是心里没有成长嘛，贪恋那个。但是你长大了30岁的时候，你又有30岁的执着，所以完全的长大也没有，就是长大只不过是说。这就像儒家说，70而诵啊，40不惑，就是你完全长大了，长到一个就是世态炎凉、人情世故看透了、看破了这种状态，你不在乎了。就像你30岁不再看，不再为了8岁时候那个玩具车哭鼻子，能达到这种境界。但是你仍然分别善恶，分别那仍然在人道，在欲界天。就算你长大了，仍然，所以所有的成长都要以空性正见指导的，你才能成佛。没有释迦牟尼的空性正见，不断的去觉照啊，去反省，反省自己为什么恐惧。是，比如说你怕着相，不是毕竟空吗？你怕什么着相？死亡不是毕竟空吗？你为什么怕死亡？为啥重生跟死亡就不一样？病不是毕竟空吗？为什么怕病？你难道仅仅是怕死了成不了道吗？这一生，你一定要去觉照自己。比如说我很怕病啊，我很，难道你会去想，哎，难道我是怕我病了？这个疾病，就是说被病魔夺去生命，我不能弘法吗？我不能成佛吗？你到底怕什么？是吧？其实有时候你觉得，其实有时候你去想，你根本找不到一个理由，你怕什么？是本能的，你就不想要这个东西。本能的，你就说疾病就是个坏的，健康就是个好的，死亡就是个坏的，生就是好的。你已经根深蒂固对这些念头。你都没经过大脑想，你就直接把它否定了。有时候疾病不代表不好啊，消业啊，是不是？通过一些小的疾病把你的杀业，把你很多东西就解决了。你为什么不要啊？你要啊，要这样你成道没有障碍了嘛？因为你要还债，比如说，你生生世世你比如曾经当过将军或者是什么，你某一世，你杀了很多人，那些杀报突然消了，是吧？而且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但是你又做了很多功德，所以这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它就变成某些疾病了，知道吧？某些小病，如果你察觉到它是在了解因果的时候，你很欢喜的病症，知道吧？因为它不会死亡，可能会，就算死亡又怎么样呢？它就会慢慢的把那些债务还清楚，这是菩萨道啊。当然我们没有这个慧眼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为什么病的，是什么原因啊？当然不是每个得病都是这样，也要治疗，不是说。哎呀，得病好欢喜，我这种说法，然后大家就努力的去得病，得了病所消了业，药也不吃了，治也不治，千万别这样想啊！我只是说在特定的某一点上，是说你绝对的把疾病当成了件坏事，你没经过思考的，有些也不见得它很坏，对修行者来讲，有些可能是气脉的转化等等，所以。你是以人力的角度，这就是坏的，那就是好的，就像一个人，就像一个小孩子，比如说，我们有一个，比如说抗战时期或者是那个那会儿战争时期，不是，假如说那些间谍，就是说潜伏在共产党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，那些那表面上也是坏人啊，就是跟着这，哎，小孩子永远搞不清楚这一点，那就是个坏人，坏人，坏人。你思考过吗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，我们看电影看得很明白。哎呀，他是个潜伏者，他是个地下党，叫地下党，然后还觉得挺好的，挺酷的。
但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很多事在你面前呈现的时候就是地下党的状态。你没进大脑，考试坏人，但是你没看到因果，知道吧？他那样做不见得对那个人坏，知道吧？尤其一个修行者，知道吧？修行者不断的觉照，有一天他真的会感恩所有的。为什么一个人成道以后，上报四重，下济三头苦？上报四重恩啊，国土恩啊，众生恩啊，父母恩都在里边。国土啊，你在地球上成道，地球养育了你啊。万物，你吃的空气、水，万物，你要报恩啊！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成佛的啊，不是你努力、你根气好就能成佛的啊，没用的。不是你多聪明你就成佛了，不是你会看这个经文就你能成佛的，不是的。没有众生的助缘，你根本不可能。要深深的感恩，真的是，这是大成道。成佛要打破所有的生生世世带给你的影响，生生世世那些信息带给你进入圆觉啊。那才是无我的境界啊，它不是你变成个虚空虚无啊。一个真正的菩萨道，你破镜相的，你破了所有相，不管你在境界里破也罢，比如你在禅定境界里，就像你这种有境界很多的人，他在禅定境界里就能破，知道吧？禅定境界里所有的相，你出了红尘，也在人道，你就去检验自己，是吧？如果你还在人道的。那境界是境界，你生了，你根本就说你不可能在人道成佛。就是说，把这种境界都是睡过去的，所以那个里面的不能控制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。它里边很多带着不是的，在境界里有时候它是本能反应，知道吧？而且我那个本能反应比我要厉害。那肯定的，境界你没有色身的障碍，没有时空障碍嘛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在这个人道，你不断的训练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利他心啊，把情欲弄尽的话，你在境界里，你就快成道了。一个在境界里正法师那个人，哎，但是然后呢，再把这个修完，把气脉修完，这就直接成就了。有时候一觉睡醒的时候，他都不理解那个我是怎么做到的，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想不明白。不用想啊，每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嘛。有些人只是能看见，有些人看不见，都不一。有的人在修行里边只看见无有晴空，只看见一些晴空；有的人只看见黑暗，没关系啊，就是其实也不是黑暗了，就是啥也看不见的状态了，就是灰蒙蒙的。但是那也叫看见，你看见了就是灰，就是除了像的一个状态，你看见了黑暗或者看见了灰蒙蒙的状态，那些境界是一样的。不要排斥任何境界啊！我们是真的是一切境界。我记得曾经我跟哪位法师聊起过，刚开始修行那会儿，去说，我问我们俩就是在这，我说一个成道者，他的眼睛里能看见啥？假如这个人成道了，他说看见无有晴空。我说智慧如海。我说肯定是看到，因为我说你看那个人成道了，他的眼神里边就想看到了银河系，叫智慧如海啊，能看。那个说不是。一尘不染，那个眼睛里边清澈的一尘不染，就是无有晴空啊，就是一念，就是一点就没有杂质的。随着修行，我就知道根本这不是定论。那一位成道人，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一定是智慧如海的，知道吧？那也许你看到的永远是你看到的，你永远看不到一个成道者的眼睛是什么样的。不管你看到佛的眼睛如青莲花眼也罢，那也是你看见的，因为无相。那一个成道者可能坐在这儿，他在如如不动的时候，他也是晴空万里的啊。就是你永远从你的眼睛里只看到你看到的成道者，众生共业看到共业的成道者，众生各业看到各业的成道者，你看不到的。也许我们看到的就是浑浊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伟大。我们所以你看不同的经典建立是，有的经典里释迦牟尼佛全身放光啊，惊天动地啊，好像很厉害；有的经典里佛又洗脚啊，又打坐自己铺设坐具啊，金刚经还得洗脚啊，还得沾上牛粪，还得整理衣服啊，很普通啊，是吧？每部经你看见的佛都不一样，是吧？他是个神还是个人？他是哪一道的，是吧？你怎么定义他？一种圆满圆觉的佛，真正的证入无上正等正觉的佛，真不是在你的定义里。你总是在他那儿看到你想看的样子，你认为的样子，是你的世界里他的样子。
就在你的世界里它就是那样的，因为你有一个世界嘛，然后你凭过你的见闻觉知看外境嘛，认识外境嘛，然后你就在那儿受苦受难吧。你看见的样子，如果很多东西好的话你就很开心，不好的就很伤心嘛，对吧？然后你在你的世界里受苦受难，别人还不知道，是吧？有的人所以他在境界里受苦受难，在境界里都绝望到一大堆了，别人不知道，然后自己说知音难觅呀、啊，出来说谁也不知道，我哭死了，为什么你们不知道？因为他那个人哭在他的境界里哭着，对吧？他怎么能知道你的世界呢？因为没有人能进入你的世界啊，是吧？你那种苦只有你在你的世界里不断的体验，不断的苦，别人知道，但是他没身临其境，没有同情大悲无缘之词，他进不去啊，所以他不知道啊，他怎么能知道你的世界你苦？你除非你表现出来，你在这儿痛苦流涕，啊不行，我哭死了，就是还是不知道。除非你说把胳膊断了、腿断了，哎，就是知道了，那很疼的哦。你要是说你心里苦，你看没知音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你要割了个胳膊、割了个腿，很多人关心你的，哎，温暖跟爱就出现了，因为大家知道了，哎呀，他胳膊断了，他腿断了，哎呀，很疼的哦，啊。你看很多心理疾病，很多人心里苦的已经绝望了，快痛死了，别人看不见，别人说哭啥呢，哭啥呢，你啥也有哭啥呢。其实有时候比胳膊腿断了很难受，知道吧？恨不得死了，知道吧？但是好像温暖也不会出现的。说你啥也有，你那是吃饱撑的。因为你要吃有吃要喝，要吃饱不是撑的。老师，这个思维吧，简直就疯了。是啊，我们总是想东想西，想上想下，想前想后，想过去的，想未来的，这个是人道的想法。要不想儿子，想孙子，想关心的，我爱的，爱我的。然后，要不就啥也不想，昏昏沉沉的。要不还现在呢，又多想了些佛法。你能不能啥也不想不动啊？是吧？所以才有法门嘛，是吧？你不能，所以才念佛啊、持咒啊，哎，如如不动。但是大家总是，总共在家坐了三分钟，就坐了三个小时，定了三分钟，然后说老师还没成道啊，老师我还是乱想。你总共修了三分钟，哎，真的还是乱想，那肯定乱想了。你生生世世都在有瀑流的在影响你，潜意识啊。你好像坐在那儿如如不动三个小时，但生生世世那些东西还如瀑流一样的影响你啊，潜意识的那些东西啊，你不知道呢。佛说表面上你平静了，那暗流汹涌啊，在底下，你的心存歹念的，你这个色身，你这个我执未尽啊，啊，所以修道难就难这个过程，就是但欲界天始终是欲望。欲望能让你昏浊，就是昏浊，昏浊导致你无明，你怎么也看不清楚人生，怎么也看不清楚，一起念，人心一起，这个父精母血就开始昏浊，父精母血就开始充满你的，开始它沉在海底了嘛，你看我们就是生殖系统在海底嘛，人心一起，它就昏浊就充满了你的头脑，就是那个浊气啊，一下子就吞到头上，四肢白骸。然后就开始昏浊，昏浊，然后你就失去定力了，哎，但是一旦你进入色界天啊，你就完全把这个昏浊转成光了嘛，就是因为你的眼根清净了，六根清净的时候，你看父精母血就变成光明了，不是父精母血转了，是你的眼根转了，好不好？你真不是人类的眼睛，就是说你有人类的眼睛，这个世界真的是五浊恶世，真的很苦难，但是你一转，这个世界转了，这就像。恶鬼道的眼睛如果转成人类，他就能喝上这杯水了。如果他是保持恶鬼道的眼睛，他就永远看见阳业，他吃不到这些水果跟水的，因为他带着业报的眼睛看不见。我们现在不是人类的业报啊，人类的业报你就看不见光明嘛，是吧？好，看不见你的肉体是光嘛，是吧？你觉得这是很粗的臭皮囊，大便里边装着很臭，你不想要嘛，是吧？你想啊，看放光多好。佛放光啊，我也全身放光啊，是吧？好像光明就，但是你要眼根转了，你的父亲母血马上转，你看见了另一个维度的东西，哪个都是幻境啊，你臭皮囊也是幻境啊，光也是幻境啊，是不是？你就定住了嘛，定住这个时候
如果大家如果有说是哎我就修双运道的这一例啊，那就这个时候就可以试的，但是这个还是需要上师的指导的，因为这个时候它是光明流布啊，就是它在动心念动的时候，但进入光明境的众生呢，有一点问题就是他不愿意修双运道，你知道吗？他一个人修快嘛，双运还打扰他嘛，因为他不起念，知道吧？他没有那种要求了，他身心没有，连淫心都快破戒，所以，但是他不是说他不能结婚生子，他可以的，但是呢，他会发现伴侣打扰他，他不希望伴侣在旁边。哎，我一个人坐着多奇迹啊，全身放光，知道吧？而且有时候在性生活里面，他会胃痛嚼了，他很难受，他不喜欢。哎，淫心一破，他已经不在，这个人不喜欢淫欲的东西，不喜欢人道的这个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伴侣叫慈悲啊，哎，如果那个时候你安住在中道，如果双运的时候你把自己放空，你真的放空的话，他的因为他会刺激海底轮的脉道，海底轮的脉道是很密集的那个我们叫神经系统嘛，西医啊，它其实气脉很丰富。然后刹那之间那种能量啊，那种光，它就会充盈到你的四肢百骸，就是能够打开，借助这个大。但是呢，这个真的需要你的定力很好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在空性正见的指导下啊，要到达一定程度，这个真的需要上师允许你这样修。这就是出欲界，这种修法是一步一步达成的。还有一种接引啊，就是上师，就是你宿世，就是说这个人宿世他是有宿缘的，比如密城歌起他修炼过，因为你们都是修炼过，所以上师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给一些东西指导，这是另当别论了。还是有老师比较好一点吧，在实修这一块有上师你就不用担心，有走过来的上师，所以你怎么走他都能给你拐回去，就是你走错了他要拐回去重来，就是哎他怎么走反正你成了再说。但是基本上如果是普遍的修他都要有一段时间的在情欲里边的不动，哎，然后你才能出欲界。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你说你要得个要定如如不动的定好久啊，所以你坐在这儿在坐室里边你就能够入定，一直在定中不留痕迹，这个真的不可能的，一动念就被静转了，已经本能的被静转啊。你说他在，就说那个人在看你，你说他在看我，他凭什么看？这已经转了，你一定意就转。脑子里该怎么想，而且越想。你不要想嘛，不要想，如如不动嘛。管不住。管不住念佛号，就把那个想换成佛号嘛。嗯、你可以念佛号，或者是听音乐啊，也可以把，就是以一念摄万念、嗯，就是念佛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用耳朵听自己念佛号的，如果是阿弥陀佛也不行，念个阿弥陀佛还是乱想，那就站两根，这不是站住一根不行，站着两根，用耳朵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站住两个根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能够收摄住你的乱想，都是为了摄心嘛，摄住你不是乱想惯了吗？嗯，是吧？嗯嗯，我们经常乱想，乱想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从小到大训练出来的。因为我们从小就老师就老大家就让你好好想想，你知道吧？老师也是想好了怎么解题，你一定要想的哦。但佛法恰好是不要想，你说这训练成想了，又现在又不让想，你这还得训练回来吧？你咋就能一下子能不想个状态？然后一不想的话，自己又觉得没价值感、没成就感，怎么坐在这像个白痴，是吧？这啥也不想，这还。这活着有啥意思呢？这是吧，给自己否定自己嘛，因为我们想惯了，我们思考有思想，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，很有成就感嘛，然后好像自己我思故我这个还活着嘛，啥也不想，这第一是还活着嘛，我第二我活着有啥意义呢？是吧，啥也不想，我能做啥？你在坐垫上能不能不想，先在坐垫上练嘛啊，但修道就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要出人道，你就得啥也不行。那一想不就人道的那些事，因为你的头脑系统就是人道的软件装的，那一起心动念就是人力的想法。佛说了，人道的东西是一个幻境嘛，就是你先抽离嘛，对吧？你出人道不得啥也不想。老师，我今天早上突然想，
假设我和黑哥你在一块儿哈，我假设我和黑哥不是咱这些人啊，就在社会上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就首先想我要处理，可不可以让动一点？可以，但是你要处理，你就第二年就不要动了嘛。你处理了还动啥？提醒，开始提醒一下。可以提醒啊。啊，第二年就不要动了。第一年我要出来了，好 啊, 啊，你出来了 啊, 啊，不能出，不能管人道的事了。谁说你那是人家的事啊？谁骂你那是人家的事啊？你不是出来了吗？是吧？哦，对，你出来了，你就不要动了，是吧？可以提醒啊。当然到最后没有出跟进这回事，但开始就是这样训练嘛。但是你这种修法，然后有如果遇到一个人家认为学得很好的老师问你说谁教你的，你说那个杨年老师说是我出人道，我要先出，肯定把我骂成骂死，说纯粹乱讲，这个乱。但是这个都是方便法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哎，因为你要抽离有一个，因为刚开始你觉得有个进跟出嘛。因为这都是不究竟的这种教法，肯定说这老师乱讲，知道吧？他只是我不说啊，你不要说，对你不要说老师教的，就说我先出，哎，对对，就这样说。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《西游记》里边菩提师祖跟孙悟空说不要说我是你老师，对吧？教给孙悟空七十二变，然后说有啥条件你出去，不要说我教的。说定能产生智慧啊，孙悟空学的那么快，就是孙悟空是个石头多而变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没情欲，他没有太多的这个情欲的困惑，他就说的很快。因为你只要进入光明境，你只要进入光明就能定嘛。你在能量气，这不是气跟风大，怎么能定住呢？你一转一进入光明境，你就能定就来了，是吧？定来了，定就能开启神通，你就开始神通变化了。所以你看阿罗汉有定力的时候，一出欲界，阿罗汉的初禅嘛，他一进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三果二识，他没解脱轮回，他神通就来了嘛，他有十八神变嘛。那来自于定力呀、啊，就是来自于因为阿罗汉离情区域嘛，因为人力情欲会容易晃动嘛，情欲是失去定力的很重要的原因。因为什么情欲对人力的定力会损害很大？因为人力是来自于情欲的，来自于你爸你妈的父亲母血的。所以你一心一动，这个父亲母血就晃，就开始昏浊。所以如果这一块你能转了，你得定很快，知道吧？而且这一块一旦人情欲进了的时候，那个贪嗔痴慢疑习气欲望那些东西，它就会一般妒忌啊、贪嗔痴慢疑、报复啊、那种嗔恨啊，一般都会一下子习气就减少一多半。但是这个不是，这是个暂时的，这个不是让你这一辈子不结婚啊、不去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但是它有一段时间，比如你在官房里或者修一段时间，一旦进入这个光明境界，哎，这个就突破了。进入光明境界这块定力就来了，这个时候定力，如果你如如不动，安住在这种定力，你的神通境界就出现了。哎，这个时候你没有出轮回，你就是有点神功能，有点神通，但那不叫通，达不到通，就达不到无也通的境界，但是有点功能的人力而已。你照样有时候很坏，有时候也会乱想，也会乱动，哎，但是有一些能力呢，嗯，就是大家要想修炼的嘛，你们大家不是想修炼要神通啊，要变成神仙啊，要无所不能啊，这都是必经之路啊。你要想超越凡夫的这个身心带给你的控制，这都是必经之路。老师，我怎么觉得有这些东西都不好？有啥东西不好？有些功能啊，有什么？你不喜欢呗，那年轻孩子们喜欢呗。哦、嗯，你希望有啥好呢？你希望有啥？我就希望有能力帮助。有什么？能渡人啊？能渡人啊？能帮人觉醒，就是这么一个。哦，那挺好的，那赶紧你觉醒吧。嗯。除了你觉醒，没别的了。那继续呢？那继续啊！有神通不要管他，继续修啊。嗯。是吧？继续修。修修修，一直到你根本无明断尽觉醒了，那再带众生觉醒啊。嗯，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嘛，大家真的是，哎呀，太崇敬了。这又听见了，就像我昨天说，空性里边有名利情，大家不屑。空性里边神都不屑，我就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是这样，空性里边什么都有。不屑，都是不屑，哇，很清净的大乘菩萨，全是。
空心里边有名利情都不屑，我们是来求道的，老师怎么说那么空心里边有名利情嘛，空心里边有神通不屑，我们不是求神通的，我们是要求度脱了脱生死，度住是出轮回的苦海的，是发心从政，发心是对的啊、哦，挺好的，真的是，只是大家对名利情着相着得太深了。我说个名利情，脑子里一大堆名利情的相，说不要，不要，名利情是什么？我只是说三个字而已啊，你们就觉得要或者不要吗？是吧？是不是？我这是个概念，你们就想太多了吧？是吧？如果你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如如不动，那就差不多了。你敢说要或者不要，你一定在里边，是吧？你看破相不就这样破的？我说空心里明解大家不要，你要啥？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相也着了，空心名利情相也在那儿，你怎么成无上正等正觉？到时候名利情的时候不动，是吧？神通的时候不动，那才叫不要。你说不要，那已经动了，知道吧？你如如不动，它就是三个字，你脑子里连法相也不生，那就叫当下修定力，你不动。我不是说你不要，不动就叫不要啊。刚开始在道位上啊，是吧？你如果跟我聊名利情，这个人如果是连法相也不生的人，马上说是啊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连法相也不生，是吧？没有这些，我聊啥他聊啥嘛，是吧？你看佛与佛见面都是说你吃啥了，谁会聊佛法是昆博啊，哪尊佛跟哪尊佛不是在一起都说你吃啥了，身体还安好吗，度人顺利不顺利，这不辣家常嘛。然后那尊佛还说不要说这种世俗的事，说点是昆博的出世界的，那种佛肯定气坐离去，好吧，没话说，是吧？哪句话是世俗的，哪句话是出世法，这就是佛法。刚开始众生，因为我们找很多相，所以看不见道就在这儿，看不见空性就在这儿，看不见空性就在这水缸里，就在这些茶水里，就在眼前、啊、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平常心是道啊。才去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啊！你准备出世界出三界，最后知道三界没有可出，时空是个幻境，怎么可能有个三界出呢？怎么可能有个三界六道这回事啊？这样你才在空性里啊，你怎么有出离，你出哪里呀、啊、你去哪里、啊、是吧？但是你是对的，一定要刚开始我要出去这叫修法，这是一种修正方法，但这不是第一地，知道吧？理论不能这样讲，但是修正的时候要这样讲，知道吧？修正的时候我就告诉你，你先抽离出来。但是讲叫空性正见上边的指导思想的时候，没有可进可出的世界跟众，没有可进可出的时空，没有可进可出的三界六道，没有一个众生再进再出，这就是空性正见，没有一个众生。当你在抽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你在那儿抽离，这叫空性正见，知道吧？没有一个众生坐在这儿，这叫空性。但是你在修行，就是说在空性正见的指导下你在修行，但是你要抽离，你要破情欲，你要破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你要解脱轮回，你要破根本无明，但是压根就没有一个你在那儿破。每一个修行都是当下即空，当下即空，这是个必经过程。这是大乘道，但大乘道都是在家人。但我这样说的时候告诉你，不要回去把老公扔了，把老婆扔了，把你妈扔了，把孩子扔了啊！再说一句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毕竟空，既然你毕竟空，你老公也空，你妻子也空，孩子也空，你父母也空，知道吧？你扔他干啥？如果你不能了知情欲毕竟空，你除了嫁也没用，告诉你。如果你连这个概念永远不懂，但是如果我一说名利情大家就说不要，哎，这种就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你着相，所以你还是离情区域吧，啊，一说名利情不要，一说神通不要，哎，这都是着相的听闻，知道吧？就没有安住在如如不动那儿听。